我比较近的是丹麦船东啊，那个倒三角是丹麦的，应该就是赫伯罗的族。对啊，这个是祖传没有错啊。那叫布鲁塞尔竟然说布莱尔，还好布鲁塞尔那天有拍的。你是拍早上的，我拍半夜的，半夜不能拍。没有，我是拍下午的。哦，等下下午见的。那天气超烂的。地中海什么时候会来大的？目前不知道，还要再观望一下。已经好几年没来了吧？嗯。他们家的连那个8000吨的要看到都有难度了。8000吨，10万吨那种。9万吨那种。只有拍到一艘叫瑞塔，他那艘拍过一次之后，好像就改名了，船东也换了。知道海中也是那个烟囱，对，海字背的嘛，那个塔拉萨什么开头的。对，它原本哈，海中原本烟囱是蓝色的，是新加坡船东，啊，不晓得为什么它卖给那个丹麦船东。可是海中它也是租的，从头到尾都是租的，那批都是租的。比较早一批的13800吨，跟 OOCL 13000吨时期差不多。高贵，然后它的顶部
长饭如果真的如期国庆来的话，这里会大拜拜。一定的啊。啊，希望他也是整套绿的进来。对啊。因为之前搭配富兰克林这边就一堆人，在变天了。昨天我看到我就遇到中原保平的船员了，他们站在甲板跟我挥手啊。大半夜？没有没有，下午一波的时候。大半夜不会跟你挥手吧？啊，大半夜守航的船也不会喷水，就很奇怪。好像中原保平他守航的时候也进港的时候也没有喷，清晨守航也没有喷。没有啊。对，跟船长没有要求，是要有要求才会分，依船长意愿吧。那个就是海达那一艘。海达、啊？海达停69吗？69。哎、欸，69还六吗？海达很久没有来海达。下礼拜有一条双子座。海达六九，请自己的码头。刚好海达是下午回程公线不错，所以我才计划下午搭船。嗯，昨天那条首航，乙型那一条。对啊，左一轮啊，首航。乙型现在很少大船来。乙型哦。以前它多大、啊？那个最大有双岛吗？它以前有单岛，单岛9000还12000的来过。9000、12000。如那个乙新鹿特丹呢、啊？乙新鹿特丹。朋友不要来挡路。中有到底有几条这种优品船？应该六艘还八艘吧。有一些应该没有来这里吧？有些去台中，有些都跑台中。跑台中跟那个云林也有。六轻呢？哦。对。中有还有 LNG 船也是跑台中。我之前拍台中的船。拍到公司来注意我，这波搞到最后很惨。怎样？我阿九帮他拍那个台塑的新船，然后写信来，写信写了一堆，写了10篇，结果要来叫我帮他拍那个安华轮首航，结果那天大雨。会冷死。夏天大雨是还好，只是说太大了，在一港啊，没有跑二港。啊，在一港，结果搞到最后，他就是要跟我要免费的影片。他本来想说，本来还说要付钱给我，有说付钱哦，有说要付工资给我。
结果到最后我影片传上去之后再跟他说要怎么收那个钱，结果他后来他直接就没有下文了。没有，通常我之前跟新华行业做生意都是先收到钱才给东西。